这是我哎、好不一样哦。有 key 的歌的吗？很精彩，很适合他。白痴啊！好恶心哦！因为你说最近在放展啊。我讲错，就我讲错没？不要吵架。我知道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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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知道。好了，啊，我知道。为什么只有我不知道？你现在是跟演艺圈的艺人有多不熟，是不是？太烂了吧！我都素颜哎、吴英杰还化妆。哎、海芬姐，你化一点妆啊，擦个口红。这很闹哎、那么你戴你可爱的发箍。不用了啦，我跟我把胸罩穿起来就已经了不起了。我都不知道今天要干嘛。阿伟，你那个，你内容是标本是不是？我这有吗？现在海芬姐，海芬姐都问了，我就只好拿出来跟大家介绍了。这是我们店里面的招牌商品，猪仔流沙包。你到这里还要打广告，你认不认啊？没有没有，别这么说，好不好？我这次是自入达人，就是要跟大家好好介绍一下，确保我们在任何时间点都可以提醒大家一下这样子。Kid 哥，你怎么用这个的 ？Kid 哥，你怎么弄的？我也想弄。你那太弱了吧？这才是真正的自入吧？你这个太硬了吧？为什么可以有这个啊？那要怎么弄？他可以设定自己的背景。厉害啊！什么？好，我们要开始，我们开始了。好，欢迎大家来到玩很大 online。大家好，大家好，大家好。好久没看到三位了。林博生是几乎每个礼拜都见面。我现在是赢到有点觉得有点不好意思。因为毕竟来宾来做客，应该要让他们好好赢得这个比赛，然后让他们宣传一下，尤其是那种想要宣传那种点点心的人。那个 Q 的很好 ，Q 的很好。我们欢迎阿伟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阿伟。Hi， 海芬姐、鬼鬼、Kid、肖总 ，Hello， 好久不见。希望大家呢，在这一次的这个录影呢，可以给我一点面子，就是。放久一点这个广告，谢谢大家。这次鬼鬼帮了很大的忙，就推荐很多的好朋友，在这个疫情的时候还可以把这个点心分享给大家吃，这样好不好？点点心。OK， 谢谢阿伟，欢迎鬼鬼。鬼鬼，疫情期间都在干嘛？我在疫情期间就躺着追剧，然后充当小公关，然后滑手机，然后晚上会玩那个狼人杀。好，我们最后海芬姐，海芬姐。我跟你说一个非常恐怖的事情。怎样？就不是大家从那个三级以后，不是一周都在家吗？我跟我那天头破血流。给你们看一下，我眉毛这边有一道疤，我整个破血。你干嘛？你知道为了要节电，想说天天在家，然后呢，我就把客厅的灯关黑，完从客厅走回房间，然后我就直接撞到隔间墙，你知道那个墙的这个边像一把刀一样，那样切中这里。你知道我们这个合家观赏的节目讲这么血腥恐怖的事情？疫情期间都没有工作，然后呢需要一些就是宣传的方式，所以呢这次的赢家呢可以获得抽百般的机会，里面呢最高的是获得宣传 po 文一篇。我想要哦，不好意思啊。你们有看李佳颖的那一篇吗？获得超级多的回响，光按赞数就有1.6万，好棒哦！我也想要。这个是点点心最需要的啊，真的。如果我赢了，我就拿李佳颖那张照片再 key 点点心的背景上去，这样子就能再叠上去这个点阅率了。哎呦，真的是生意人呢。今天有三回合，我们进行第一个回合是明星辨识家。哦，这超难的。播一个影片，你们要看那个影片认出这是哪位艺人。好，接下来，然后我会说，一起公布你的答案。好，写名字哦。大家暖身一下，暖身一下。我们先来看一下，不算分哦。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一个。阿伟啊！阿伟啊！阿伟啊！这阿伟啊！阿伟啊！这阿伟啊！这是我看不出来。好恶心哦！看一下第二位，第二位是有分数的吗？没有，没有。这是我好不一样哦！这个我看不出来是海
姐，还有别的吗？好，我看第三个哦。我是我，这是我，这超明显的，好适合留胡子哦，你们。哎、欸，其实不好猜耶，不好猜。有 Key 的歌的吗？有，我们来看一下压轴，压轴，好，压轴，很精彩，很适合。好。很精彩，很适合他。白痴啊！好恶心的啦！好恶心的啦！你不要了，你白痴，不要打我！这个好恶心哦！好了，可以正式进入题目了。这超恶心的哎！请看第一题。谁啊？是我们认识的吗？啊，我知道了。写下来，不要讲话哦，写下来。我说公布答案再公布。啊，我知道了。等一下，可以再看一次吗？不行，有答案就不行，有人有答案就不行了。点点心不用宣传了啦，哎呀，老板落差啦。三二一，请公布答案。恭喜答对！这样你们可以猜得出来，我是不是不在这个圈子里了？那个阿伟，你算是有点半退出演艺圈，你还是先拿这个时间去那个赚钱好了。我努力，好不好？好，下一题，请看。哦，这么简单？哎，这是谁啊？我知道了。答案是邱胜翊王子。哎呦，怎么会是王子嘞？我觉得他是瘦子。哎、欸，超像瘦子的。多亏你们两个好朋友。看不出王子吗？我像吗？完了。哎、欸。再次，阿伟下面养几百个人，现在全部都在办公室外面，就是等着说他可以拿到这个宣传的这个，他们可以认真的打拼了。结果现在拿不到。第三题。我不知道。这个是我们都很熟的吗？太新的人我都不很熟。今天出了大家都很熟。不知道哎、欸。不知道，有人有答案了吗？有。那先公布你的答案，先公布答案。如果都答错的话，真的假的？好，我们再看一次。是啊。是他。不管是他是谁。哦，对了，萧敬腾啊。刘畊。哇，好厉害哦！我猜威严。恭喜鬼鬼答对。好厉害哦！鬼鬼好厉害哦！你答不对王子，你猜萧敬腾。下一题。哎、欸，这萧敬腾这个蛮强的。哦，我知道了。男的还是女的啊？男的。我 OK。男的。等一下 ，Kid 哥，你可以给我一个提示吗？他昨天的 IG 在放闪。放闪。不是，现在放闪的人真的太多了。有没有人有答案？有。有答案，请秀答案。哈？哈？哈？不是。阿伟不是有答案吗？我有。两个都答错，可以再看一次。男的女的吗？
男的，是个女生。不要讲，不要讲，不要讲，不能讲。我看过他吗？我就停在这里。光头跟抬头纹真的很影响判别。请给答案。他很烦哎。好啦，我跟你讲啦，我不让你们了啦，我知道是谁啦，要不要？我刚刚这个是节目效果啦。你讲出来。我有讲的哦，这样算分吗？等一下讲出来，你们要给他分数吗？先讲好。目前我们都没有人答对，是不是？对，都没有人答对。那 OK 啊。给他。好。一比啊。一比。恭喜，答对了。一比。什么？我刚刚就真的是效果，就跟你们一样，一个写王嘉良，一个写许文。因为你说最近在放闪啊，我讲错，就我讲错没？不要吵架。啊，线上还可以吵架，还蛮。我得分哦，我得分哦。第五题。我得分哦。好丑哦。我忘记他的名字叫什么了。他很不适合这样子哎，好丑哦！你们不要一直攻击这里面的艺人好不好？不是他，不是攻击他本人，是他弄成这样真的不好看。你们要提示吗？四个同意给提示。不要！我跟你讲，如果你跟鬼鬼说什么好丑、好丑、好丑，然后只有答案是那个人的话。这个人就会找你算账。我有个答案，但是我不确定是不是。这个我没有提示，我写不出来。Kid 是不是这个人在刚刚有出现过这个名字？没有，没有出现过。好，来，请给答案。鬼鬼有要给答案吗？我在写。啊，对对对对，对海芬姐对。恭喜海芬姐答对！鬼鬼刚刚说的很扯。It's Leviosa, not Leviosa. Harry, Miss Granger. 这猜不出来 ，Oh my god！ 你给我剪这一段哦。是我想太多。好，恭喜海芬姐。你怎么这样说？我怎么没猜出来啊？第六题，请看。我知道。真的好适合他。阿伟，你一题都不会，你现在是跟演艺圈的艺人有多不熟，是不是？太烂了吧！我自己都不敢相信。好，来，请给答案。小鹿，昆达，他们写昆，我本来以为是昆达，感觉好像不是，是小杰吧？我写 GD， 怎么可能？答案是昆达。恭喜鬼鬼跟 Kid 各得一分。怎么办啊，阿伟，完全答不出来。对哦，来，我们进行最后一题。这么远，怎么看呢？不是你们这个合的不 OK 啊！这个谁知道他眼睛一直是这样闭着哎？我知道谁了。你又知道？那可不可以给一个提示？要给吗？你们都要给，都要提示吗？不用。啊。李博生不用。给他们。是一个女演员，我错了，女演员，台湾的吗？我知道了，我本来猜炎亚纶啊，我知道了，等一下，我快出来了，我快有了。
我知道了，我知道了，我知道了，我朋友，我朋友，我看了。等一下，阿伟，你有来吗？你有参与感吗？阿伟，你这题答对，我请你吃点点心。好了，好了，好，来，请公布答案。耶耶，过去。答案是徐伟宁。OK， 好。伟宁吗？对对对，恭喜答对。来公布一下成绩，鬼鬼跟海芬姐获得四分 ，Kate 获得五分，没有报到的是就零分。怎么赢嘛？怎么赢？哎，刘俊伟很丢脸呢。我真的猜不出来，我不是不认真玩，我是非常投入，但是真的。答不出来，你现在真的完全有点像是退出演艺界的感觉。对，我觉得下一次考那个阿伟的，我们就给他看一些肉，他立刻辨别出是什么肉馅。没有，给他看一些政商名人，他应该就企业家。对对对对对，我有 follow 你们了，我有啊，怎么会答不出来？这个两两合作，你们要自己分对吗？还是你帮我们一个卡？而且怎么合作、啊？等一下呢？那Kid 跟海芬姐一组，因为你们俩是完美组合。我们 CP， 我们 CP。阿伟跟鬼鬼一组，你们两个因为是好朋友一起，好不好？可以吗？对，可以。自己的分数自己得哦。等一下要玩的是记忆联想王，会让你们用十秒的时间记忆这个词。记忆完之后描述给对方猜，猜到越多分数就越多。可是这样别人不是会看到吗？就是你们要转过去啊。为什么你们要转过去？对。你说在视讯里面我还要这样子啊？没错。那不好险，我今天头发有弄。其他人不要讲话哦。因为海芬姐比较。会记东西，所以我让他后宫。哎、欸，我不记仇哦。我觉得第一次在视讯看到别人这样背对，然后我觉得是蛮好笑。来来来 ，A B C D， 你要什么题组？我都可以 C 好了。请看，十秒钟记哦。时间到。好，我说开始才能开始哦。他讲我就直接回答，是不是？对，然后不要讲到里面的词，不要讲到里面的字哦。记忆联想王计时开始，五个字，有一个夜市小吃，它在外面白白的，包着里面一个红红的。讲到包了不行。哦，有一个歌，有一个团体，前面两个字是一种很讨厌吃的一种蔬菜，紫色的，长长的。咸蛋，咸蛋。对对对，不要猜字。哦。有一种东西是煮火锅在下面放在下面，为什么让火锅热的？瓦斯炉、卡式炉，它不是用火，电磁炉。对，答对。然后如果你手机没电了，你要用什么东西？想到电了，不算。哦，对对对，如果肚子饿了，你去买那个199，有时候比较便宜的。知道吧？不是不是，然后它是一个不是木头的一个东西，上面会发热，它是在一个平平的面上面，然后师傅用两个铲子，对，然后如果我们现在去餐厅吃饭，然后你要自己带什么东西？讲到餐了，餐厅，这太容易讲到了吧？然后如果你好严格，如果你身上就是想要放松。你会滴什么？精油。对。最近很流行的一个家电，然后不用放油，然后可以吃到薯条。气炸锅。对。哦，厉害！恭喜答对，获得五分。欸哦、好难哦。欢迎另外一组，好不好？等一下再换。那谁想谁记谁猜？你们自己决定。好，那我转过去。好，请问你要选择哪个题组 ？A、B、D。
A 请看。时间到。好了吗？好。记忆联想王第二回合计时开始。好。OK， 你发生关系之后，然后你发现你那个没来，你要做什么东西检查？验孕棒。答对。你今天如果要上通告的时候呢，你可能要先安全自己，避免自己的三点。快塞快塞。不是，就是说女生要保护自己，避免你的上半部被看到，所以你会。可爱。OK， 不是好。对。对 ，OK， 好，有一个女团以前在非常有名，然后呢，她的团体里面有讲到女了，游乐设施里面都会有很浪漫的东西，然后你可以坐在上面，然后你可以从低到高，然后到空中，旋云霄飞车，圆形的，旋转木马。一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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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摩天轮。没有，我听到你后面的人在讲话，鬼鬼。没有人在讲话。不要吵我，好。大便的那个地方，大便会很痛，然后是一种病，闭眼流血。不是，你有这种哦，坐着中痔疮，痔疮。答对。OK， 好。然后呢，还有。最后一个讲完哦。女孩子觉得这个东西太多了，她觉得很烦，所以她会去请人家把它清除掉。那个清除掉。拜拜。很难呢。真心色吗？恭喜获得四分。我的这个也太难了吧！完。我小提醒忘了。5-4哦。海芬姐，我跟你说，慢慢来。因为我觉得记忆力一定 OK， 我觉得我是觉得比较容易失误在一些讲到那个字的关键上面。好，那我转到了。好，来 B 跟 D 哪个题组？啊，那我要 B 啊。B，Land B。好，来我们请看。哇，这个比较难，哇，这个比较难。哇。东西要怎么样才好吃的感觉？才好吃的感觉。可以讲几个字？我们要看看自己有没有得4个字，自己做的。你刚刚应该要说这个东西是盖子，你这个是一个圆盘，根本就没办法找到锅盖，而且我家没有电锅哎。那你随便你，就是。好，我好 ，OK OK， 我听你的，我都听你的。好像很难在居家的时候发到一些比较会玩游戏的艺人。你在意思是说我们不会玩游戏吗？